级汽车。惊险飞行。哟吼！开心虎、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——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斑斑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！救命！麦多多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乐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真假洒水车。
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，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，要赶紧抓住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泡泡水花呀花，汽车能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啦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，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迷雾迷雾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，加量发射。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泡泡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。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我闯祸了。哇，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。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叫指挥中心。亚米，
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新鲜的食材交给我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，呀咪呀咪呀咪，蛋糕真好吃，呀咪呀咪呀咪，排队美食多，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，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啊，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你没收到信吗？忘记看了，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好耶！妮娜观光团出发，公园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咦，人呢？完蛋了，我把弟弟们弄丢了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们，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流着眼泪瑟瑟发抖吧。
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过界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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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撞来撞去真有趣，我最喜欢热情拥抱，我是碰碰车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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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一起冲一走，大街小巷转呀转呀，就像游乐场。危险危险危险，街道上不能玩耍，不能玩耍，碰碰车们快停下，快停下，跟我回家吧。嘿嘿，妮娜姐姐来抓我们了，快跑呀。喂，别玩了，我要生气了。交给我们吧。不滴不滴不滴不，开启雷达找一找，向右转弯发现不到，游戏结束啦。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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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全部都停下。哎呦，好晕啊，你们不能在街上玩。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红灯停下绿灯行，不要着急等一等，前后距离要注意，要注意，排成一队别拥挤，别拥挤，路上危险不乱跑，注意安全，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，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碰碰好难受，这个吗？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好跑好跑，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不报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、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
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出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嗯，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他才怕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他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，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库珀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湖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。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
头岛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嗯，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湖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迪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急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小隧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地上地下每条道路我都记得住，一直向前走啊走，就找到出口。我们会被水冲走的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看看车的车呀，左边右边表演，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我的珠宝全找到了，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嗯，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。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嗯，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失业的垃圾车，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，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
雪碧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树上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声，瞧我的！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，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垃圾，分开装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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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！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，咕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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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大嘴贪吃车，阿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。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送给你，乐嘟嘟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哈哈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！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！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Yeah.
想办法。我们来啦！大铲子咕噜噜转起来，一二三个礼物拿回来，蹦蹦跳的车赶赶赶赶，踩呀踩把礼物拿回来，对呀，哐哐哐挥一挥大铲子，跳跳跳跳一跳大林子。我有办法了，爸爸礼物送给贪吃车，张开嘴巴快把它吞下，现在肚子肚子肚量又不动，哼哼哼哼，美丽的烟花，哇，好漂亮呀，这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礼物，烟花秀。礼物都混在一起了，我们分不清。嘿嘿，没关系，今天是礼物交换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